啊，请大家喝茶。那么，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么，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么，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来，我上归。归佛。归佛。归法。归法。归身。归身。归佛。归佛。两足尊。两足尊。归法。归法。女尊。女尊。归身。归身。种种尊。种种尊。归佛境。归佛境。归法境。归三净，归三净，啊，第二次归，归佛，归法，归身，归佛，两足尊，归法，女一尊，归身，种种尊，归佛境，归法境，归三净，啊，第三次归。归佛，归法，归身，归佛，两足尊，归法，女一尊，归身，种种尊，归佛境，归法境，归身境，归身境。请按掌。菩萨乘释迦行，这是这一大阿僧祇劫哦，如果你实信是这实行是回向，还是另一大阿僧祇劫啊？你没有碰到佛法就这么混了。那了，有幸今生碰到佛法，从四善加行开始，四加行四善根内容都一样的，就是软顶人事第一法。从人开始就要修大咒。那菩萨乘释迦行六波罗蜜，如果修到十波罗蜜，就是大菩萨了。这是第二大阿僧祇劫。第一大阿僧祇劫是你没碰到佛法，你修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一个心非常慈悲的对众生帮忙啊，做善事，搞得非常热闹，好像很有爱心呢、啊，对吧？结果自己修心养性都没有做，只有一个爱心、善心。到释迦行才开始在打坐，就已经进入第二大阿僧祇劫。你要自己知道自己的根性。如果你真的很讨厌打坐，那没办法，你还是在前面一大阿僧祇劫在绕。如果你说我做了那么多善事，为什么不能打坐修行？如果起这个念了，哪里有打坐修行，你就去做。你才可以体会，什么叫释迦行？打坐禅修才有办法，后面的布施波罗蜜嘛，持戒波罗蜜嘛，是吧？那个忍辱波罗蜜啊，这是度众生用的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波罗蜜，释迦行里面就有忍辱哦，然后再来精进波罗蜜啊，再来禅定波罗蜜啊。再来用离一切相盘涅的智慧啊，修的修波罗蜜，再舍一切相，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，对吧？这是你第二大阿僧祇劫要修的。如果你从声闻乘进来呢，四善根、五停心观、四念处、三座心法上去修了，要修什么？修四圣地、苦集灭道。苦地无常苦空无我，是吧？极地因极生缘，灭地灭境妙理，道地道如行出。这十六形象，你用眼智明解，个别去观，打坐禅修，能够正道啊。然后五停心观、四念处、四圣地，得到十五心，须陀洹，
出国，得到十六星，那你就是斯陀含二果。如果是有心继续修，那所以道类住就是后面三十七道品继续修，修到声闻嘛，还是辟支佛，所以今世就可以证声闻果。如果成就的话，已经相当于第二大阿僧祇劫的菩萨道了，是吧？好，这个表你们有拿到了，在这里还是要秀一下。菩萨乘跟声闻乘，你如果修菩萨乘上来都没有接触到佛法，搞不懂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，已经花掉你一大阿僧祇劫。有打坐，有做善事，有做什么？那叫三贤位，这叫外凡位。怎么打坐，怎么修行，都没有修到内心去啊！啊，要到修世间禅定。所以这个要注意，为什么右边的声闻乘没有？佛树现就是教化声闻阿罗汉的，他才懂修行次第怎么修。这是一大世因缘。第二个因缘就是你已经修到阿罗汉、辟支佛了，我告诉你要转入菩萨道。就最后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你就要进来修菩萨道。这又是另一大世因缘示现。总归讲一句，就是只有一乘，但是因为你功夫不够，不能我讲你就懂，所以你实际去修正，深受心法去打坐禅修，去懂得四圣谛怎么突破，十六心怎么证得，然后继续修三十七大品。这个佛示现，我刚刚讲上第三卷我们也念过，大通智胜如来，他已经证到成佛，但是他还不讲经说法。过了一百二十劫啊，之后再开始再讲经说法。每个佛的因缘很难讲啊。释迦牟尼佛证悟以后不久就开始三转法轮啊，去鹿野苑啊，开始讲了。哎，大通智如来要等十劫啊以后才在开佛讲，讲什么话？讲苦集灭道四圣谛，还是讲这个法。所以你不要小看声闻了，佛示现才有怎么修的声闻法。菩萨主告诉你有善心啊，告诉你要帮助人家，告诉你用盘念的智慧，这么离相啊，离相啊。有的人还搞不懂什么叫盘念啊。对世间的一切法尘，你产生智慧，离那个明华，你就这么去做。天天在讲菩提，菩提也搞不懂什么叫菩提。盘念讲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叫盘念。叫对一切法离相啊，因为你是菩萨，所以我讲一切法离相，你应该懂啊。我不懂哎，大般若经念那么多一百卷，你还不懂哎？那叫执着，那个内涵你没有搞懂。跟你换做般若，那更搞不懂。那什么般若，念般若你可以懂吗？那个若是要念做你啊，这火的尾就是你啊。PRA， 那 R 不念啊，因为法尘对你来讲不是法尘，就变低一地，离名相空掉了，那叫盘安。盘念，你懂他每个字的变化，他为什么念盘念？他已经没有法尘了。从初地菩萨不是告诉你，一直修修到六地就是盘念帕拉米达，你要把一切法有为法无为法什么法都好，那个法尘就没有了。认识那个名相以后就安住了，接受了。简单解释就这么样啊，你懂吗？就是你搞不懂他在讲什么啊！你在这里上课应该搞懂了，搞懂就要去用了。所以这个表你看，左边是
次第菩萨一直上来，次第菩萨还是要修打坐啊，才有释迦行啊。阮顶莲是第一法，没有一个菩萨不打坐的啦。你受了菩萨戒不来打坐，你受什么菩萨戒？你没有办法体会怎么忍，一日一夜做不到，三日三夜更不用讲了，七天七夜更不用说了。哎，怎么那么坐在那里都不动，在搞什么啊？你就是坐不住嘛，是吧？来坐坐看了、啊。哇，人家是怎么在修道的？法没有灭啊，是你们的懈怠的心啊，越来越盛了、啊，是吧？要找那个轻轻松松的，出钱出力是最好了，钱丢出去就，哎，我要做善事了，有力没有钱嘛，我就去帮忙做义工嘛，哎，这样以为就在修佛法，如果这样可以成佛。那是奠基啊，铸造资粮啊，要做了，是善根还是在做，才有办法开悟，还有办法进入初地菩萨、二地菩萨，这么一直上来，对吧？这里到五地菩萨已经在修禅定了。你要当菩萨，没有禅定，没有四禅八定的境界，你叫什么菩萨呢？境界一定要搞懂它，还要做到。所以你说我修这个菩萨法，你只会布施，只会持戒，啊，再来就没有了，忍辱也不修了，正见更不用讲了。要打坐的，从来没打坐过，不像菩萨了。所以法懂了就要做啊！你看，从这个释迦行到这里，我没有全部列出来啊。到七地菩萨这个阶段要一大圣期劫，如果你没有碰到佛法，你没有看到佛经，你不要想说我们现在有大藏经啊可以看啊，你有看有懂吗？不懂耶、欸、你有接触法尔的这些细谈啊解释啊，你稍微有一点懂了，懂了要去做啊，做到了没有？最快的就是右边这边了、啊，那声闻直接去证，短短十一二年人家证阿罗汉了。你一生之间、啊、如果做到十六心证得，已经跟左边的五地啊六地菩萨有一点相当了呢，节省一大阿僧祇劫啊。阿僧祇是不可数的啦，再加一个大哦，那更多了。你不要讲说五十个世界恒河沙的如来供养完才可以成佛，阿僧祇还比那个还好一点呢，不可数对，但是那个一个世界多少泥沙，你真的搞不懂它，那等于很渺茫了。我刚刚讲了，光注册没有用啊，赶快走入声闻乘，好好去修。几年之间可以让你证到四圣地，甚至于证到有心的人，证到阿罗汉都可以啊。南传有一些在深山里面呢，要会要什么他也有了，不见得他是阿罗汉，那起码阿那罕嘛，五神通阿那罕会有啊。你应该了解，你证到十六形象，第十五个心就是这个。内法智人正道的话，你就是虚陀凡。如果不必人了、啊，就正道内法智第十六心，那你就虚陀凡。上这界天寂寂以后，再来人间，你就正阿罗汉。如果现在已经把它搞懂了，你为什么最后一里路不继续打坐修行呢？当然讲归讲了，修行很累。你三十天熬过来，你觉得还好，那给你加十倍嘛，那三百天，或者三千天，一直都在做这件事，哎，真的是很累哦，啊，我们光想就很累啊，是吧？就道心问题了，没办法了，
这末法时期为什么法没有灭？有一个法师跟我讲，法都在啊，连戒律的法都在啊，就是人要不要去做而已啊。连戒律都打折扣嘛，那你怎么会规划你的身心都能够住在？当然没办法，这样也方便，那样也方便，所以到最后都随随便便啊，法没有灭啊，对吧？所以这边我要告诉你，这边是声闻乘下来，看第23页，这五地菩萨在修禅定，一定要色界无色界都修过。那这边呢，八连八字也是在欲界修、色界修、无色界修，才能圆满八连八字，证到斯陀含，对吧？这表。我要讲总的概念，不能一个个讲。如果你得到了八连八字，你相当于禅定的这些五地菩萨，五地菩萨可以十方国土去供养诸佛如来，他已经可以去十方国土去供养诸佛了。这个没有禅定的神通力怎么去啊？阿罗汉当然可以，阿那含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两边可以了解啊。你这么纠正，我们要讲的就是要到这个八地菩萨，这是以上七地以前，初地到七地是一到二生七劫，进入不动地的时候一到二生七劫。如果你走左边这么一直下来的话，没有佛法，不经过声闻乘这么磨练，你要花很多时间。如果你今生听到法就去做声闻，认真做，你可能就十年左右就可以成就阿罗汉道，再转菩萨道。这个就是我今天所讲的龙女，他们萨嘎啦龙宫啊，文殊师利菩萨去那里教他们声闻乘，他们已经修得很好，所以修得很好，再跟他讲密法。跟他讲陀罗尼，他才知道说哦，陀罗尼佛的秘密意思在讲什么。所以龙女马上就现成佛的样子给你看了，基础还是在声闻。所以声闻人当然不能看大乘怎么样，大乘是你未来要成如来佛的，大乘的人不能诽谤小乘啊，他修得比你快啊。你三口一三业都还是里里拉拉啦，三口一三业都不清净，才会批评他们不好。你懂的话，有互相冲突吗？不会的啦。看第24页那两个表，你有心自己慢慢去看。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，你如果走菩萨道，从四善根到不动地，你要一大圣七劫。如果你今生闻到佛法，从声闻乘这么走过来，走到六地菩萨、辟支佛，你今生十年、二十年，你就可以成就。然后再转过来菩萨道，接到七地菩萨方便，接到八地菩萨不动地，你要走得快啊，不要一到二生七劫啊。这样你可以不修声闻乘吗？你不去穿这难穿的衣服吗？第24页啊，不动地相，还没有得到不动地，但我已经向不动地在走了。我要讲初二三四禅，你要实际去修，不管修苦集灭道也好，不管修你这禅定波罗蜜也好，都是要经过这个初二三四禅。我大概念一下，这是经典抠出来的，腹壁暗明。慧眼不明，鼻及精勤舍欲，恶不善法，与劫观聚，离生喜乐，得入初禅。你欲界定，眼耳鼻舌身五事都会起作用。你要修到从暗蔽不清净、没有慧眼之间，慢慢打坐禅修，你可以修到初禅。初禅我说有四个心哦，眼睛还可以看，耳朵还可以听，
身体还有感觉。第六个心是要四个心，其他鼻子不必再闻香了，舌头不必再吃饭了，出产就不要吃饭了，当然也不能睡觉。对我们耳濡说，哎，以前都没做梦，没做梦是你修大概修什么法把它压死住了，那个心都不活动，不活动没有缘起耶，没有缘起那个一刹那的影像没有，你怎么做梦啊？梦不起来啊，这也不正常。到最后不能做梦啊，为什么？出产的时候就不睡觉了，不睡觉会做梦吗？他都一直在禅修定中，不会做梦啊。不要说没有梦就是不对，他不睡觉所以就没有梦了啊。他在禅修可以起影像，可以起念头，他清清楚楚，不会让他一直在胡思乱想做梦下去啊。哎，圣人他没有梦啊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做梦也不正常。那你修到初禅以上不做梦那是对的，如果你被压制了，念头都起不了影像的因缘，那怎么缘起啊？这个也不对啊。因为他说他很高兴，第一个可以好好睡觉，第二个可以做梦。哇，人家都一大堆梦他都没有梦，那现在会做梦了，表示你的心已经开始活起来了，是吧？但是还没有到初禅啊，初禅就不做梦了。第二段，必喜乐啊，任住于身，身修身呢、啊？因为初禅嘛，所以在身受这两个法在修啊。这个周遍隐逸，无不充满气，这个喜乐心充满的身体就快乐了啊。好像有人在啊，用这个巧遇的器具盛种种药，然后你在药水里面去泡浸，然后中外皆湿润的，不管是身体，不管是里面，它都可以渗透进去，无不周遍。比丘呢，你修到这样，整个气充满整个身体，啊，像这个药渗透整个身体内外，你有出产的境界啊，那跟气有关了、啊，是吧？我看第二十五页，像不动地啊，第二禅，喜乐遍身。初禅已经是离生喜乐地了，二禅就是定生喜乐地，要定，然后你这个欢喜心遍身，无不充满，这个都跟气有关哈。是为最初现身得乐，你现在的身体所现的这个喜乐心的业，这也是一种业啊，因为你还会欢喜心啊。我们说用这个盘涅的智慧观，乐不能说乐，喜不能说喜，修行就这个原则、啊、对吧？师有精进念无错乱，乐净闲居诸所得也。这句话就告诉你，你要在森林禅修营去待的几年，才有办法得到这种境界啊！如果你一天在家里坐一坐，一坐两小时也没有用啊，对吧？要长期打坐下去。所以我们创造一个泰山岩哈，那你可以认真禅修，才有办法体会哎，上面讲初二三四禅是什么境界啊？第三段，比喻觉观，有觉有观啊，变身为性，专念一心，到最后无觉无观，心还很清楚啊，不是他不知不觉啊。那不必再看，他清清楚楚对那个境啊，他得到定生喜乐，有定了嘛。如果你有觉有观就还在晃动，无觉无观见那个境，那我一看他就不动心，这叫定生喜乐，要第二禅，是吧？啊，得到什么禅就要舍掉什么境界，这是第二禅境界。我看二十六页啊，这里还在讲第二禅呢。比以一心呢，喜乐任住于身，周遍隐逸，无不充满。犹如山顶凉水，泉水注中出，不从外来，都是从内在的，不是从外在的。啊，
即处处中出清净水，还住庆住，无不周遍，比丘如是进入二禅，气宇慢慢充满，只要起心动念，啊，这个时候二禅的境界呢，只有意地相应，念起念灭，你知道，再来身体没有感觉，眼睛不能看，耳朵不能听了，是吧？只有第六意识心起心灭，第七意识的想一想，这两个心叫做意地相应，啊，意识的意，啊，土地的地，意地相应。啊，他说定生喜乐无不充满，是为第二禅的现身得乐。连这种得乐也要离相，要舍掉，才可以进入三禅。那二十七，彼舍喜智，喜是出禅吗？要舍掉，然后护念不错乱，深受快乐，啊，是二禅的快乐。如圣所说，起护念乐，有乐遍满整个身体，充满气。这个打坐来讲，就是到三禅末端呢，呼吸已经快没有了，要不呼吸了。如果你自然呼吸拉到最长，慢慢一直缩短缩短，回过来半个指头，然后一麻半麻，啊，慢慢就不呼吸了。不呼吸，它还会用皮肤呼吸，它九孔还会冒气，九孔就很尖了，鼻子的耳朵啦，啊，下面啊各个总共九孔，它都会透气。到三禅末端，这些如果全部闭住了，真的都不呼吸了，就进入四禅定。所以三禅呢，它就是整个呢乐任智周遍隐逸哈，无不充满。好像这个啊，五八花啊，或者是这个帕达玛花，这些都在讲莲花了啊，那个果达玛花。喷达利花，喷达利花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灭法莲花经的喷达利花，这个白色莲花。好了，初禅是离生喜乐地，对吧？只有眼睛、耳朵，然后身体跟第六意识这四个心啊。然后二禅呢，就是定生喜乐地，你无觉无观了，我觉知，但我不再动心了。那这个时候只有意地相应，念头起灭起灭，你要知道，对吧？到三禅呢，气更旺了，所以三禅已经末端不大呼吸了，然后到最后得到定生喜乐地，对吧？也真的定住了。再来四禅，四禅一净性，就是我的自性。对着外境起什么影像，看到外太空，看到什么都好，我都能够不动心，一个境一个心都不动，是吧？那这样的话就世间最高的禅定了。如果你不懂初定的话，也可能就千万亿年去了呢。学佛禅的人要知道怎么进入定，怎么出来啊，叫练禅。修佛禅的人不是在于坐，是在于我的心怎么离相。对，在定中我也离相，起心动念我也离相，这么去做，是吧？你如果这个自性现起来，你开始想要怎么神变，四禅是可以产生神变的。哎，佛法讲菩萨不动地才要神变呢，世间禅定呢，四禅就可以现。五通啊，那这里用他的自性，我想这样他就这样，我想那样就那样。当然他是土法炼钢啊，就像我要飞，我要观想我身体轻啊，我观想身体离一寸离两寸，哎，你再高一点嘛，三寸哦，一尺啦两尺啦，到最后往上我就飞了，这练出来的嘞。你修佛法不用这样啊，你修到最后清净了，我想什么他就化什么，对吧？这是佛禅跟世间禅的不一样，所以为什么在五地菩萨修禅定，哎，跟世间禅定一样啦？为什么你到不动地八地菩萨才在修神通啊？佛法菩萨的通跟这个通不一样啊。
啊，最后第28页啊，离喜住乐，任住余生，无不周遍，处处第三现身得乐，这个气充满了，行舍喜乐，忧喜先灭，啊，不苦不乐，护念清净，入第四禅。第四禅就心一性性就没有什么快乐不快乐，那就安住在第四禅定中，对吧？最后一段，他的身心清净，啊，聚满隐逸无不周遍，犹如有人沐浴清洁，以心白檀，背负其身呢，举身清净，比丘如是入第四禅。其心清净，充满余生，无不作遍，叫做四禅定。他没有叙述到他可以看外境啊。这个小 R S 一撇 A， 他在这个时候就一定会现外境，所以他的天眼通，那在这边要看三千大千世界，在这里现啊，看什么都要离相啊。那我们来回向啊。愿你此功德，消除宿现业，增长诸福慧，愿成圣善根，所有道边劫，即以积金等，欲皆尽消除，能各习礼让，读诵法华则，劝劝真安乐，先往破超生。国泰民安详。那预告一下，下一次是11月11号，今天我们到此。